哎，老板，吃豆皮啊！不要急啊，记者都给你了，别讲的很乱哦。哎、欸，请问你是小刚先生吗？谢谢。你可以叫司机回家了吧？老板，我太丢脸了。你是他陪你哦。那我有车，我哎，请问你是小刚先生吗？谢谢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可以叫司机回家了吧？老板，我太丢脸了。